家好，我是詹姆士。接下来开箱的这个是小吊车，好，回到这边是完成图，共50片，它是编号 Navy Seals 系列的。看一下儿童玩具积木小吊车，先看这边，完成图，好，然后印好，再来看一下完成后的作品如何。好，噔噔，这个小吊车已经组合完成了，那这是小朋友自己组的。所以詹姆斯也不知道有没有组错，应该是没有错的。好，来看一下侧面，后面还有一个吊钩。好，然后这边看一下，有一个工程人员在开车，这个人头是可以转的哦。这边灯也是可以动的，可以前后走，前后这样子倾斜。线可以绑